我们今天来到力宝这边的 Outlet， 然后这个是金石堂，我们来逛街。有没有看到什么想买的？这边都是一些恐龙的玩具啊，恐龙的布偶。猫头鹰啊，哪里有公鸡？哦 ，hen， rooster， rooster。看到爸爸的，这是牛爸吗？大家觉得像吗？超像的哦。是牛爸，你看这是牛爸。哪一个是牛爸？两个都是牛爸。对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头发也挺像他的，牛爸吗？好 ，Animal Planet， 我们去看文具，文具用品哦。妞妞还是比较喜欢，现在长大都喜欢逛文具用品，看看有什么文具用品。这里有那个锁。这有没有画画的书？阿玛。阿玛耶，你看，等我回家的你，阿玛，每天吸点猫的嘞。不要放这里，我们来放这里吧。哪里？你又看到了什么？哇，又是个角落小伙伴的专区啊，角落文具用品专区。天哪，还喜欢角落小伙伴。这一区。这一区哦。买完哦，你那再来一个。对面在哪里？美人网。美人网。哦，哇，是角落。哎，那边有一间，我们等一下下支影片拍给大家看哈。我们先看这边。你看炸虾的那个铅笔盒，蛮可爱的。那还有这种的，你确定你要写吗？不不不不，得得得了。这边有 AirPods， 类似 AirPods 那种无线的耳机。这边有修正带，你有需要一些什么文具吗？有没有缺什么？嗯，这是什么？双影镜消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造型橡皮擦。哦，怎么看起来似曾相识？我是不是有？哦，妞妞有对不对？你有买过这个吗？太好用。不好用吗？是吗？看。哇，这个是妞妞喜欢的专区了。这个我们家有那个什么面包包，对对对，你看它这个都是食物为主题的，食物为主题的这种文具袋啊那些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个相机包，哎，可爱哦。然后这个，这边还有那个卡纳赫拉的专区。这是什么椅子？这个400万热销，每支点就是你做的，它可以分散重量，是不是？这是做的比较不会脊椎侧弯还是什么？这个，哇，又是娃娃专区，妞妞被娃娃吸过去了。是什么？嗯，哦，
这是什么？娃娃吧，应该是娃娃，趴姿公仔。它是盲包。对对对。哪一个？啊？149哦，149。149一个，然后你不知道你会抽中什么。没有的。白熊最可爱。猫咪装系列哦。白熊最可爱。嗯。哪一个？用你自己的钱，还好。哎，你看这个有那个啊，角落小伙伴的那个渔夫帽，我来带来看可不可爱？可爱吗？我看不到了。这样问我，它很可爱啊。它两面的吗？单面的。它是单面的。哎，这个有缇安娜的那种帽子，你戴来看。缇安娜是绿的。对，你戴来看。那个小精灵帽，你这直接戴。像羽毛。真的吗？你戴给我看看、啊。你确定？嗯。很可爱呢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蛮可爱的呢。我戴的像有帽。还蛮好看的呢，真的、啊，还不错呢。比想象中的好看。你自己再回去看影片就知道。那就先买一个。先买一个吗？帽子吗？可是你会喜欢戴毛帽吗？有点热呢、欸，头会冒汗哦、喔，头会冒烟哦、喔。我的头上面不能有东西。对啊，那个就是纸做的那个纸做的城堡啊。纸、哦、做的。对，纸城堡。那個、那旁边有那围场景的，做的很棒。围场景你要看吗？很漂亮的。牛爸似乎找到妞妞会喜欢的东西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难做哟。对啊，这是材料吧？嗯，这个其实、那個那個，其实这个不好做，你知道吗？它的东西都小小的，很精致，所以你这个手工要很细的人才有办法煮得出来。看我这个靠近这里，对，看我手在抖。因为它这个就是要，其实要做蛮久的，因为它东西都小小的，你要自己去里面拍。请转身。请转身。对啊，哎，这边也有哎，台南的那个什么动漫季，然后这边也有哎，对啊，这边也有鬼灭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喜欢吗？鬼灭之刃，我拍一下这个专区哈、啊，又撞到我，撞到我几次，又踩到我的鞋，你看，翻这样的耳环是用夹的吧？我不知道。嗯，真的？哦，啊、不是，那是用夹的啦，用夹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垫板。哎、欸，那个你有买？是不是？不是这个，我是整个猪头。另外一种的。很多康巴奇。康巴奇，对。这是什么？你看这边就没有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。上次在那个台南那个翻转动漫季，你没有买，然后现在就没有了，已经买不到了。妞妞完全被这个区块给吸引住，离不开来。完全离不开了，它已经黏住了。我终于离开了。我知道啊，那个朝味什么，朝味俊男啊。我之前有买过一个那个什么礼盒，里面就是这个什么牛的啊什么。对吧？磁铁，不是它可以凹，可以挂钥匙。好啦，你决定要买什么了吗？那个好。再把它
去。那我们先去结账，等下再拍另外一间给大家看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哪一个？扑克牌吧。对啊，扑克牌。结果又粘回来了呢。啊，扑克牌，家里有啊，家里有别的扑克牌。挺没知道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去结账了，拜拜了。